喂，琪琪，帮我把房本、车本都拿过来。你拿这个干嘛？玩把大的。你好啊，看牌吧，我三个圈。我三个 K。别急啊，妹妹。走。哎，别走啊！我再玩一把。你还有什么可以输的？我要我自己。你疯了？你说的哟。朋友一场，没必要玩这么大吧？哼，关你屁事！这把我来，如果你们输了，把车本房本还给他。有意思，来吧。我来发牌。明牌吧，三个 K。顺子，输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输了？啊，不可能啊，你明明就两个 A 的。好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看吧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朋友。你们这每张牌都有芯片，他的眼睛能把你的牌看得一清二楚，这都是局。交友需谨慎，切勿赌博，同意的点个小心。